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好，我们进入第334页啊，那边前面讲的长行啊，相对就是寄送啊，所以这寄送等于是把前面的部分呢再重送一次啊，所以这个啊，尔时啊，舍利弗啊，欲重宣此意而说寄也，这是不是一种重送啊？啊，所以等于重点再提示一次啊，所以呢。佛陀舍利弗啊，舍利弗呢，他就讲说，我闻是法印得未得所未曾有啊，心怀大欢喜，以往皆已除啊。那么也等于说，舍利弗他本身啊比较彻底的明白啊，声闻法的不够究竟啊，他不过只是什么方便法啊，他比较属于方便法啊，那么能够回小向大，所以他能够心怀大欢喜。啊，为什么能够心怀大欢喜？主要也因为以往皆已除啊，啊，所有的疑惑啊，因为疑惑如同网子一样把我们这个束缚住嘛，啊，等于解开了这个疑惑呢，哦，非常的这种深意的安泰，有没有安稳哈，啊？所以呢，非常的欢喜啊。那么这个也等于说是回小向大的意思啊，所以呢，他就啊解释说他。从过去以来呢，蒙佛陀的这种教导啊，那么能够不失于大圣啊，啊，也等于说他还是啊，虽然佛陀在世的时候以声闻为主是解脱统归，其实呢都还能够不失于大圣，因为佛陀啊，这个佛的本怀其实所要讲的是大圣法啊，不过呢，那么在整个历史上的演变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一直要到什么佛陀佛世之后的四五百年，大乘佛法才终于成为什么主流，哎，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啊，凡夫众生哈，在这当中也是打转了好久啊，那么也难免还是以声闻法为主啊，一直到四五百年后呢，大乘法才终于成为主流啊。但是呢，在佛陀那个时代，其实我们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其实。所要宣说的是啊大乘法，虽然它不是主流，但是呢也能够不失于大乘啊，就说声闻众啊，如果也跟大乘法能相应相契的话呢，那也有啊有机会能够回小向大的啊，所以呢在当时候能够听到这种大乘法呢是更稀有难得的啊，所以佛音甚稀有啊啊，佛陀的这种法音呢是非常稀有的啊，因为在整个宇宙当中呢，有佛法的世界是有限的，啊，是少数的，啊，那又要生在啊有佛法的时代里面，那是非常可贵的，啊，因为佛陀的法音呢，主要是能够除掉我们众生的什么烦恼，我们的烦恼从执着来嘛，啊，所以如果能够理解真理法则的时候呢，就等于说是要离掉什么对相上的执着，当我们深入因缘法，其实。啊，再比较能够怎样离掉对现象的执着哈、啊，所以呢，舍利弗就讲说，我已得漏尽了，啊，闻亦除忧恼啊，因为他已经这个，其实他也算是正果的阿罗汉啊，所以能够得漏尽哈、啊，等于从有漏到无漏啊，从有漏到无漏，也就等于超凡入圣之后，还要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四果。才算是漏尽之后可以不受后有了哈，那但是呢还不够究竟嘛，啊，所以呢又能够有机会回小向大啊，闻亦除忧恼啊，听闻到这样的大法呢，其实他也是更能够除掉他的忧恼啊，更知道他整个生命的历程应该怎么做啊，所以呢舍利弗说，我处于山谷啊，或者在这个林间的树下啊。不管是在行物坐卧经行当中呢，也常思维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呜呜甚自责啊。过去呢，他因为还是比较啊执着在这个解脱的声闻法里头，所以云何而自欺啊？啊，就是等于是还是以自我的利益为主啊，只要我自己能解脱了就好了啊。所以呢，他会觉得这个还是有点自欺欺人呢 啊，因为没有去利益到大众啊，只有解脱他个人的烦恼而已。啊，乃至生死而已啊，啊，那么佛陀所要宣导的啊，是应该说是希望他们这些佛弟子哈、啊，声闻弟子也能够
啊，因为都是什么佛子嘛，都是佛陀的什么这个弟子们，希望都能够同入无漏法。啊，要同入无漏法，这个是不是就已经比较大乘法了？啊，是应该要共享佛陀的这种法音才对，而不是自己独享，对不对？我们说声闻，它是比较属于独享型的，啊，那大乘法呢，它就是属于共享。啊，有这么好的法，我怎么能够只有拿来自己使用？啊，那么只有自己啊，享受在那种涅槃极境的境界当中。啊，而不去顾到众人啊，众生的这种在生死里头啊，轮回之苦啊，所以他会觉得非常的自责，而且觉得那是一种自欺的行为，所以呢，他这个也会决定哈、啊，这个希望能够回小向大，啊，那么所以呢，不能于未来呢演说无上道啊，啊，也就是说这个希望能够哈、啊，还是要在这个近未来际当中哈、啊，那么能够来演说这种。无漏啊，这个无上道，无上道啊，因为他这讲到自欺，所以他用不能啊，啊，因为他如果只透过声闻法的话，是不是就脱离了众生啊？啊，那么脱离了众生呢，那么就不能去演说无上道啊，因为没有行过菩萨道的时候，其实是无法圆满啊成佛的。那所谓圆满成佛呢，啊，会形成所谓的三十二相。对不对？金色三十二，实力诸解脱，啊，这个都是什么成佛的境界，啊，那么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啊，啊，如果他这个只有重自己的声闻法来讲的话，那是不是跟成佛的境界距离就非常的遥远了？啊，就算这种八十种妙好，啊，这也是成佛的境界啊，啊，成佛的境界里头还有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呢，而我皆已失啊。啊，这些等于说我如果施大而住小，是不是都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啊？离佛就非常的遥远，那么我就没有机会能够跟佛陀一样啊，达到成佛的境界啊。所以呢，我啊，舍利弗读啊，自己在那边经行的时候，因为也看到佛陀在大众当中啊，名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啊。所以佛陀在其实都是透过菩萨道的这个缘成的缘故，所以佛陀是不是一直都在大众里头啊，希望能够饶益众生，但是声闻法呢却一直躲在山林树下，是不是啊，自己去享受啊佛陀教我们的这种涅槃解脱乐，所以他非常的觉得很自责啊，啊，那所以呢他说自为失此利啊，他自己好好的去思维，如果他也失掉这样子的一个利益众生的方式的话，那么我为自欺妄啊，是不是我等于是很自私自利的啊，自欺欺人的啊，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头，那么不去关怀众生啊，那么这个会变成是声闻道的一个特质啊。所以呢舍利弗就说，我常于日夜啊每思为事世事啊，他常常去思维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欲以问世尊啊，为师为不师啊，啊，到底啊，什么是师，什么叫做不师？啊，所谓的师啊，就像声闻道啊，似乎可以脱离生死之苦，其实反而失掉了与大众的什么的这种菩萨道啊。那菩萨道来讲的话。看起来似乎好像失掉了自己涅槃解脱道，对不对？但是呢，啊，菩萨道呢，却是用他的涅槃解脱的能力去怎样去利益大众啊，对不对？所以这种得失之间啊，那么我们从外向看起来，好，是不会觉得说，哎，你在这种树下林间修行好像比较有修行啊，菩萨道好像一直在众生热闹的场合里面，一直不断的跟众生接触。我们在现象上看起来哪一个比较优秀啊？好像躲起来比较优秀的样子啊。啊，我们啊，所以我们如果有大乘法的话哈、啊，这个观念是不是应该要修正啊？啊，不尽然啊，对不对？啊，当然，如果说啊你自己躲起来，愿意用功好好用功修行，那也是值得称赞的、啊。但是我们不要想说啊，一些菩萨哈、啊，愿意在。啊，这个世间里头不断的去奉献自己的时候，我们反而
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好没修，怎么爱去跟大众混在一起，哦，倒是不要用这个看法了，对不对？应该更深沉的去观察，哦，当然他不能说哦，在大众中就是吃喝玩乐，那当然这样还是不对的，哦，但是在大众中他愿意把佛法啊，尤其属于十法的这部分还愿意去宣扬广播的话，那是不是就真正的菩萨还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对不对？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啊，合乎什么佛道的，其实才叫做合乎佛道。所以我们如果昧于啊，这个常常着于这个外相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判断上是不是就会有误差，所以为是为不是啊，这个也是常常是啊，舍利佛去思考的这个问题啊，去请教佛陀的啊。所以呢，他啊，舍利佛就讲：我常见世尊呢称赞诸菩萨。其实菩萨是就说世尊是不是还是称赞菩萨的啊？世尊呢，其实是希望众生行菩萨道，倒不一定啊，非得去行什么声闻法。啊，当然菩萨道也不是完全一直在世俗当中啊，也要有自我这个用功的时间啊，但是呢声闻如果一直只有躲起来用功，虽然也有修行，但是还是不够的啊，也希望他能够怎样回小相大。所以呢舍利佛就说：以是于肉啊，昼日啊，日夜啊，愁量如是事啊，一直在思索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也要透过这些疑惑能解除，是不是就会认清我们到底要走的是哪一条道路？啊，好，那么338页啊，舍利佛就接下来啊，他就说：“经闻佛音声啊，这是不是还是透过声闻佛法啊？其实菩萨道是不是也要透过声闻佛法？哎，声闻佛法，只不过他发的是大心还小心而已。”是自我解脱呢，还是愿意奉献给众生？是不是都还是要经过声闻的过程跟基础啊？啊，因为透过佛法嘛，啊，能够听闻佛法，能够见闻佛法，啊，那么也才有机会能够去除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疑惑啊。那么舍利佛就讲嘛，哈，他现在听到佛陀的音声，哈，在宣说佛法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会说这个声闻法是随意而说法。啊，其实是随意而说法而已，也就是说声闻法其实都还是方便道上的，还不够究竟圆满的啊。那当然声闻法它会是无漏法啊，为什么要无漏呢？因为才能够涅槃解脱啊。啊，那这种无漏法对我们世间啊的凡夫来讲啊，它确实是难思议的啊，难思议，因为我们都习惯在世间的有漏法当中啊，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出世的无漏法，我们当然会觉得难以思议啊。那么佛陀说令众呢至道场啊，也就是说当然佛陀对啊声闻法，那么他是不是也要去接受啊？啊，也是，其实也是鼓励的啦啊，尤其在刚开始啊，因为佛大家去请法的时候，难免还是从自我的解脱、自我的痛苦、自我的烦恼啊、生死轮回而请法嘛。啊，所以呢佛陀所要讲的啊，那么就会是无漏难思议的这种解脱道啊。那么令来让众生呢能够啊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地方来，也就是所谓的道场啊。那舍利佛呢他说：我本着邪见啊，为诸凡智师啊，因为舍利佛在众弟子里头啊，跟目犍连他们是双贤弟子啊，是佛陀非常得力的什么左右手哦，啊，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这也说本着邪见，主要是因为他怎样呢？执着在声闻法里面，所以呢，他也会是诸凡智的这个啊小老师一样啊。那世尊呢，知道我这样子的心啊，也就是说，难免还是比较偏在什么声闻道上啊，所以呢，就拔邪说涅槃。啊，也就是说要去拔除啊，他在这种知见上不够正确完整的部分。也就是说，其实涅槃解脱并不是不好，而不要局限，是不是不应该局限呢？啊，为什么会局限呢？难免是因为透过自私自利的立场，哎，我自己能够去享受到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就会变成是邪见了？
因为不够正确周缘的话呢，就会变成非正法啊，就会变成所谓的邪见啊。所以呢，佛陀为什么以舍利弗为当机者？因为他对声闻众的影响是不是非常大？几乎是由他在带领的嘛，尤其他智慧第一啊，往往整个僧团可能啊，在师兄弟之间是不是有时候师兄弟的那个距离更接近啊？师父还有点距离啊，哈。那所以师兄弟之间的影响是不是更大啊？尤其是智慧第一者啊，所以呢佛陀就会知道啊，要怎样要能够去拔除啊他这样子的错误的见解啊，不是涅槃不好，而不是只有陷在涅槃里头就好，反而是不是应该把涅槃的境界去广布啊，啊去教更多的人啊能够理解涅槃才更好。所以呢，我悉除邪见呐，于空法得真。哦，所以舍利弗呢，因为他智慧第一，容易理解啊，所以呢，他说，哦，他完全，他前面也讲，他以往皆消除了嘛，是不是？所以他的这些邪见是不是也都能够去除？他为什么能够去除？其实就是从空法当中得真。啊，这为什么讲空法？一讲到空法，是不是就是因缘法？其实是透过因缘法当中，尤其以大乘法来讲的话，就是透过性空，而不是在相有上啊。我们声闻法比较会落在现象上面哈，因为啊会厌离生死的现象，想要进入涅槃的现象啊。因为我们凡夫众生是不是比较容易从相来思考啊？啊，反而比较不容易从什么法性去思考。所以这里的空法，也就是从什么从法性去下手，那法性也就是因缘法啊，所以从因缘法里头去获得什么，能够去验证啊，能够去证明证实的，所以呢，尔时呢心自慰啊，啊心里就啊自己啊仔细的去想想啊，那么他就会啊会觉得说，得至于灭度呢，而今乃自觉啊，非是时灭度。若得作佛时啊，具三十二相啊，天人夜叉众呢，龙神等恭敬，事实乃可谓永尽灭无余啊。也就是说，他个人的这种涅槃解脱，说实在不是真正的，不是实际上的灭度，有没有啊？也就是说，他自己啊，深深的去体验到啊，就说我自己如果证得涅槃来讲的话。那么也还好，他还有这样的根基啊，他会觉得这并不是实有的灭度。啊，那什么叫实有啊？实在的灭度，因为他这样的灭度是不是那个量太少啊？啊，那种自私杂染的那个部分其实还没有去除。要到什么样子的状况呢？才叫做真正的灭度？就是要到作佛、成佛的时候。啊，因为到成佛的时候呢，他所显现出来是不是自然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也是累生累劫所修持过来的这种庄好啊，庄严相好啊，啊，所以一旦具了这种庄严相好的话，啊，人天人啊，夜叉啊，这种六道众生里头啊，这个根基比较好的啊，或者这种天龙八部啊，龙神等呢、啊，都会有所恭敬的。啊，只要有善根因缘呢，那么其实是啊，这个遍布在这种天人鬼神当中呢，也都能够怎样真正的恭敬。那如果是声闻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程度，对不对？因为他的那种涅槃只是个人享用而已嘛。到成佛的究竟大涅槃，是不是能够啊，能够广集啊，能够广披众生呢？所以呢，事实乃可谓永尽灭无余啊，啊，也就是说到成佛才算是究竟的涅槃。那么，只是个人的小涅槃，应该说只是毕竟的涅槃而已，小的小小的涅槃，个人小涅槃，这个是不够长久的，啊，所以呢，佛于大众中呢，说我当作佛闻如是法音呢，以悔悉已除啊。所以呢，佛陀就在大众当中呢，那么就来赞叹舍利弗说：“你将来还是会成佛的，因为他回小向大，是不是进入了菩萨道啊？尤其他这个，我们说四果啊，四果的境界
的值跟七地的值是一样的，只是量不够而已，量不足而已了哈。那当然这个也还要需要去把它补足，但是因为它的这种境界能够转化，那么如同七地菩萨一样啊，哦，所以呢说他当作佛，尤其他能够回小向大，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尤其听闻到佛陀所说的啊，声闻法不过只是方便道，其实菩萨道才是究竟的啊，究竟能够达到成佛的境地的。所以呢，舍利佛就说他的疑惑的悉已除，尤其以他的这种智慧来说的话，所以他后来还是蒙佛受记哦，啊，他还是能够蒙佛受记啊。好，那340页啊。还有接下来讲说初闻佛所说呢，心中大疑，大惊疑啊！因为他刚开始听到佛陀说，哎，声闻法不过只是方便道而已，不是究竟解脱道，他当然心里头是不是马上吓一跳，会吓一跳，他觉得我所学习的应该就是都是究竟法，佛陀教我们的就是涅槃法嘛，啊，就是解脱涅槃嘛，啊，那佛陀怎么会这么说？难道？佛陀哈的这个当下，难道是魔在搅乱的吗？啊，来扰乱我的心，啊，就好像把佛陀当魔看待，会啊，等于是在惊疑当中会怀疑佛陀所说。一旦我们怀疑佛陀所说的话，就如同好像以为说是魔说嘛，对不对？反而会搅乱啊，扰乱了我的心。啊，但是呢，佛陀还是以他种种的这种因缘来，啊，譬喻来巧言说，有没有？佛陀是不是还是要非常善巧啊？啊，当然直说很多人不能接受，啊，那根基又不够，可能就要离席而去，那可能也没办法，啊，但是根基好的话呢，那佛陀还有机会再赶紧啊，用种种善巧方式来。好，用譬喻来怎样来很善巧的来言说，啊，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怎样去掉了很多的怀疑，啊，而接受，啊，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能够安如海啊？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因缘法的时候，我们常说它如同深到这个大海的深度去啊，这个海面不断的波涛汹涌，这是不是外相啊？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看到的一切的现象，如同大海的波涛汹涌嘛，缘生缘灭，缘生缘灭，是不是一种无常的现象啊？如果我们要去依赖外在的现象，说实在，这个是无法依赖的，因为它一直呈现什么无常相啊。唯有我们透过深入因缘法，深入到因缘法里头，就如同好像潜水到海的深度去，越深它是不是越宁静啊，越寂静啊？所以当我们去理解了法性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安如海啊，也能够怎样，我闻以往断了啊，因为我们透过自我以为自己以为是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疑惑啊，我们自己去曲解了佛法的时候，是不是也疑惑非常的多？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正法，其实我们会断除了很多的疑惘啊。而且佛说呢，过去是无量灭度佛安住方便说中呢，一皆说是法啊。过去佛也是这么说的，不是只有佛陀，现在佛如是说啊。过去佛呢，他其实也是无量的灭度啊。那佛呢，也是安住在什么方便善巧当中来说法啊，因为众生根基不一样嘛，我们是不是要随顺众生来说法，才能接受啊？啊，不止气理，还要怎样气应根基呢？啊，过去佛如是，现在佛也是哦，现在乃至未来佛有没有？啊，其数无有量，亦以诸方便演说如是法，所以方便法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全巧法啊？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方便全巧的方法？都为了要达于什么实法，其实要达于实法的啊，为实故全嘛。所以如今者呢，世尊啊，就像现在的世尊啊，从他的出生到他的出家，乃至到他的得道转法轮、初转法轮的过程当中，亦方便说啊，啊，也等于说啊，那么佛陀的这个佛传啊，有他的过程。我们透过佛传是不是也能够去感受
啊，也能够啊起善心善念，啊，佛陀能够如此，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去学习？啊，那这些呢，是不是也都从现象来谈呢、啊？对不对？啊，会有佛传图啦，有佛陀的圣迹呀、啊，那透过这些，是不是也都让我们方便的能够去感受，比较更直接，啊，非常的直接。那这些说实在，是不是还是方便说啊？啊，并不是到了这个佛的这个圣地，马上就开悟了，不是。其实我们说，我们去朝圣啊，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的这种宗教情操，信愿的心更强。啊，回到啊我们的现实环境里头呢，啊，让我们的这种法身慧命能够更加的持续，啊，比较能够去面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上的起伏。会觉得，哎，生活上的起伏呢，其实只是表象啊，是因为我们有比较深的什么宗教情操，那么也才有机会去深入什么佛法啊，如同这个进到大海里头去一样嘛，啊，才能够获得身心的什么安顿啊。所以呢，世尊说的这个十道来讲的话呢，以颇寻无此事啊，啊，颇寻是什么？魔王。啊，魔王是说不出十道来的啊，十法来的啊，他没有这样子的思想观念嘛啊。那以是我定之呢，非是魔作佛啊。啊，魔王他没有能力呢，如同佛陀说法一般呢、啊。啊，这个很像说，当我们临终啊，尤其有的人病重啊，啊，可能在医院里面呢，他就会去感受到好像他的父母还是他的啊，比方他的这个女众的话，好像他先生来接他，或者他的父母来接他啊，那他会有时候一个病重的人他会想说啊，谁谁谁请来坐，那我们照顾的人根本看不到这些啊，这病重的人他可以感受得到，因为他的阳气衰阴气重，就比较容易跟这些相应。那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这个累世冤亲债主哈，他要找我们的话，他唯有变成我们所思念的人。所以，纵然我们看到好像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伴侣或者我们所思念的人，但是并不见得是他们，可能是我们过去的累世冤亲债主，他可以变化成这种样子，才能够骗我们去啊。啊，所以一旦临终的时候，我们的正念不足呢，就很容易相应，相应的就跟着去。等到跟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变成原来的模样，哇，我们就来不及了，已经被他拖着跑了。那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不能被这些外相所怎样影响。啊，如果真是诸佛菩萨来接引我们哈、啊，他不会现出我们想念的那个现象的相。啊，诸佛菩萨来接我们会有个特质，就是怎样，金色晃耀，光明的，温暖的。那、啊、这很重要啊，不管它是什么样子的现象，诸佛菩萨，我们说他这个现前的时候，我们愿我临终无障碍啊，啊，阿弥陀佛远相迎哎，啊，观音世至还坐莲台来，那不管他怎么来，都会是金色晃耀，因为诸佛菩萨充满了智慧与慈悲。的特质就是光明与温暖，这个是任何的啊属于我们的累世冤亲债主他变不出来的，因为没有修行到那个境界就变不出这个样子，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接引啊。就像我们这里哈啊，舍利弗就讲嘛啊，如果是颇寻啊，这魔王他不会呈现佛陀说法的样子，既然是佛陀说法的样子，就不会是什么魔王来，这样能理解吗？哈、啊，所以这里说，以我啊，以是我定之啊，他透过禅定啊，那么好好的去关照的时候呢，他也会知道说，哎，这个并不是魔王颇寻来搅乱我的心，确实是佛陀在为我们说法啊，啊，因为佛陀的这种32相80种好，也不是其他道众生能够怎样变现的来呀、啊，是不是变现不过来的？是无法变现的哈、啊，所以呢，我堕以往故啊，未是佛所为啊嘛，啊，但是当我自己还糊里糊涂的，烦恼还很重哈、啊，这个疑惑还很重的时候，是不是就难免怀疑啊？啊，怀疑说是
魔王所作为的啊，来坏我的这个道心啊。那因为舍利弗他还是听闻到佛陀的柔软音，哦，佛陀所说法必然是柔软的，因为正法它有柔软的特质，也因为柔软让我们感觉温暖。啊，菩萨他是不是要呈现柔软的特质啊？啊，我们才愿意去接近啊，啊，我们也才会去接近，而且不止柔软，还是深远甚微妙的音。这些是不是颇寻魔王他做不来的？啊，而且演唱什么清净法？啊，透过这些清净法呢，我心大欢喜呀，啊。好，啊，与正法相应的时候，必然是什么大欢喜的心。啊，所以呢，也透过大欢喜当中，哈，啊，以毁容以尽啊，安住实质中，有没有？我们就能够身心的安住。所以，我们身心的安住，其实是安住在哪里啊？在正法当中，正法也就是实质，对不对？啊，为实而固全的这个实，这个实是不是就是真理法则所展现出来的涅槃解脱的境界啊？啊，所以呢，这种智慧当中哈，啊，最高的智慧就是与真实相应，与实相相应，叫做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有没有？啊，所谓诸法空相，也就是涅槃的相。啊，那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是无分别之相。啊，涅槃啊，为什么会极尽？因为无分别的缘故。我们为什么极尽不了？我们起起伏伏，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做分别，是不是？从现象做很多的粗分别，从思想里头我们是还有一些细分别呢。啊，只要有分别，我们就很难安住。啊，所以唯有安住在正法的平等性、因缘法的平等性上，我们才会逐渐安住下来的。啊，所以这是正法的什么特质，非常的重要。所以正法的特质呢，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它是柔软的，啊，是深远的，啊，所谓的正法也就是真理，真理法则它是尽虚空界的，所以它会深远，而且微妙。超乎了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生活经验是不是非常有限有量啊？啊，真理法则会无限无量的啊，而且呢是清净法啊，正法当中绝对不会去谈人我是非啊，道长论短啊，因为长人我是非道长论短是不是还是相的问题啊？那是没意义的啦，因为这些相是不是无常法啊，随时都在变啊。啊，这个行情每天都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最近也深深的体会到正法哈，它的这个经济效益最高，不会变来变去，啊，是让我们非常稳定的、很平静的、很平等的。现在学，将来都可以用。这辈子纵然年纪很大学到了，经济效益还是很高，因为下辈子还可以再继续用。哎，不只是我们这辈子用，还可以下辈子用，哎，多好！哎，以前我们说啊，这个这辈子没读到博士是一种遗憾呐，啊，但是我们起码去碰个边也好。但是想想经济效益太低了，还是放弃，对吧？好，因为后面能用的时间太短了。后来想想不划算，还是佛法比较划算。正法，哎，不怕时间，不怕年纪大。很多人说我怎么这么晚学佛，我们说不，真的永远不嫌晚，因为我们有无尽的未来世嘛。哦，不止我们这辈子能感受得到，我们还可以留到我们的下辈子去感受去享用，哎，不止我们自己可以享用，还可以去怎样，可以周遍给更多的人来享用。哦，而且不用，不是世间法的说要不要本钱的，又不要本钱，对不对？哦，只要有这个心念都有机会的啊，都有机会。所以我们说正法它会有那种深远的特质、广大的特质，而且有清净的特质、平等的特质，并且呢是光明的特质，是柔软的特质。那自然我们是不是就会啊起了这种好，啊，法喜的感觉。正法都有这个特质啊，如果不是这样都跟正法有一点相悖。好，这个也是我们去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哈的这种，因为我们也必须要去做一些细分别嘛。好，所以
我们透过正法也可以让我们的以往除哈、啊，这个能够除掉我们的以往。一旦能够除掉我们的以往疑惑、啊，我们的疑惑不是只有疑惑会像网一样把我们的很多的烦恼全部集合起来，但是这个网哈、啊、一旦去除的时候，在贪嗔痴慢疑里面，疑是最容易去的。其实疑哈、啊、是最能够下手的地方，疑网能够去除的话，其实我们的烦恼会变得少一些。啊，会跟正法比较能够怎样相应？能够跟正法相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住。啊，所以《金刚经》里面，须菩提长者不就在请教佛陀：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有没有云何降伏其心呢？发成佛的大心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不是成佛的大心呢、啊？那是这么遥远的一件事情呢，是累生累世的，是三大二生其劫、啊、是生生世世的事情。那在生生世世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当中，我们到底要如何安住啊？佛陀是不是告诉我们要怎样安住于正法、啊、但是要不断的来怎样伏心降服我们的心、啊、降服如何降服我们的心呢？就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有所执着现象上来发心，所有发心呢，只问耕耘，不要问收获。住相求相是不是就是一种执着啊？哎，有所求有所执，那都很难长久。啊，唯有不住相，啊，不住相的耕耘就是只问耕耘而不要问收获，才是长长久久的心呢、啊。哦，也才能够安顿我们的什么身心，乃至启发我们的法身慧命，无限的延长哈、啊。好，所以在343页啊，接下来343页，因为能够安住于实质，也就是安住在正法里头，所以呢，舍利佛就非常清楚的说：“我定当作佛啊！”因为找到了这个生命的主轴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的成佛。啊，那么不过只是生生世世需要去累积的嘛，啊，这种法身慧命的启发呢，会很清楚明白的说啊，我大概还不至于步入歧途了，啊，所以呢，舍利弗就讲说，我定当作佛，为天人所敬啊，转无上法轮，教化诸菩萨，怎么样？啊，那么舍利弗自己都能够清楚明白，啊，只要能够回小向大。啊，进入这个菩萨道的话，是不是一定能够成佛啊？发愿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嘛。啊，在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够为天人之所尊敬的？这是自然的哈，不是求来的。啊，并且呢，过程当中就要不断的去转，啊，转无上的大法轮。啊，如何转无上大法轮？就是去教化菩萨，教化诸菩萨。当然，自己一定要先当菩萨。是不是才有机会去教化菩萨哈？尤其舍利弗他本身智慧第一嘛，啊，他去教化诸菩萨的机会那就更大啊。好，所以以上呢是属于啊身子解领啊，因为领解啊，啊领悟明白啊，那么理解佛陀所说的啊，身闻道他不过只是方便法，是不是要会三皈依啊？啊，其实要行菩萨道。啊，菩萨道，所以他也能够怎样放下这样子的一个执着啊，愿意能够随顺，因为这个也得要有因缘，佛陀才有机会说啊，并不是佛陀想说菩萨道就能够说菩萨道，当声闻法是大家所祈求的，那么菩萨道自然就变成什么旁流啊。那当佛陀也要有什么有机会来宣说菩萨道，那也要看声闻法。声闻众能不能舍下，对不对？能不能有机会回小向大、啊、像舍利弗他就是能够回小向大，所以他可以、啊、这种喜要、啊、非常的欢喜踊跃、啊、内心充满了法喜、啊、的状况、啊、所以、在我们的科判表也等于是在身子灵解、啊、那接下来就是如来速成，有没有啊，如来速成啊，由如来来说了哈、啊，来解释啊。
好，所以呢，尔时佛陀就告诉舍利弗啊，因为前面的话是不是都是舍利弗所自己讲的啊？好，那佛陀呢就告诉舍利弗说，无尽于天人沙门婆罗门等大众中说啊，我习于曾于二万亿佛所为无上道故，常教化汝啊，常教化汝，汝亦长夜随我受学，我以方便引导汝故，生我法中。啊，佛陀就告诉舍利弗跟与会的大众啊，说佛陀他过去哈、啊，他现在啊，啊，佛陀无嘛哈、啊，今现在能够在天人啊，在。所以佛陀的说法不是只有对人而已，天道的众生有善根的，是不是有机会学佛啊？啊，所以呢，在成佛之道，导致从这个什么人天圣法开始，五圣共法里头，是不是也包括了天道啊？啊，所以呢，佛陀说他现在能够在天人，还有呢沙门婆罗门啊，沙门婆罗门都是属于修行人啊等大众当中来说法。是因为啊，有这样的一个果相了嘛？是不是？这是不是呈现果相？是不是必有前面的因缘啊？一定有前面的因缘。什么样的因缘呢？啊，因为佛陀说，我曾经啊，过去呢，曾经在二万亿佛所为无上道故啊。佛陀不是只有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呢，是二万亿佛所啊，已经种了很多很多的善根因缘，而且都是为了无上道的缘故啊，在行菩萨道嘛，啊，发的是成佛的大心啊，是不是要有过去的因缘呢？不断的累积啊，也才能够原生出佛陀啊这一世的成佛的现象来教导我们啊，所以呢，也因为有过去哈、啊、数世劫以来的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的关系呢，所以呢常教化汝啊，也就是说在过去当中，其实可能我们也都曾经被佛陀教化啊，因为我们大家是不是都有生死啊流转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啊，啊之所以还会在同样啊现前，那么也会有过去的因缘啊，所以呢，那么汝呢亦长夜随我受学啊，也就是说在与会的大众当中，不是只有这一世看到这个现象，这个是不是过去也都曾经有过的，都曾经有过啊，都有很深的因缘，那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跟佛陀学习过啊，所以汝呢也都常啊亦长夜随我受学，就是说长长久久的日夜当中呢，都也跟佛陀他本身来受学的缘故，所以呢，佛陀呢，他就能够以什么方便来引导汝故，啊，所以他到这一世来说的话，他也能够非常权巧方便、善巧的来怎样来引导大家，啊，如何引导大家呢？就是生我法中，啊，都能够一样来这个求法，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学佛而求法，有没有？我们来学习佛陀，其实是要追求佛陀所说的法，很重要。学习的是佛陀所说的法，啊，佛陀是不是也借着法而成佛的？所以我们也一样可以，啊，随着佛陀所说的法，如是的来修行，累积我们的因缘福报、智慧资粮，是不是也可以成佛啊？踏着佛陀的这个累生累世的足迹嘛，啊，所以也跟佛陀是不是有缘啊？啊，不是只有这个时候在教化，其实我们过去数世劫以来都已经受到佛陀的教化了，啊，所以佛陀就告诉舍利弗说：“我习，我过去呢曾经教汝志愿佛道啊，啊，曾经也告诉你一定要怎样要发大心，啊，成佛的大心，但是汝今希望而便自为以得灭度啊，但是呢难免啊在这个生死之流也是一种考验呢、啊。”啊，过去发的大心呢，今这世呢确实已经忘记了，所以就容易怎样堕到这个声闻法里头去。啊，那因为在为什么会说他堕声闻法，是因为他会自为以得灭度，他觉得自己证得涅槃就够了，这个是不是就声闻法啊？啊，那在344页的这个右边这一段里面，好、啊。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就讲到一个故事说，
在过去世哈、啊、很长久的生死流转的过程当中哈、啊，舍利佛他也是行菩萨道的，啊，他也是大圣行者啊，啊，但是呢，曾经有一位婆罗门，啊，去跟他祈求眼睛，啊，他因为他是菩萨，所以他毫不犹豫，他就，那、啊、这挖了一个眼睛给他，哦、啊，这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得到，对不对？就没想到这个婆罗门，啊。得到他眼睛了，闻一闻风，操车给他丢下去，踩一踩，哇、哦！他看了简直快昏倒了，着相才会昏倒了啊、哦！对，我们众生就是着相，所以我们很容易昏倒。嗯，啊、哦，因为他想，我这么宝贵的眼睛，你要我都给你了，你竟然还不知道珍惜，还嫌他不好。啊、哦，还把它丢下去啊、哦，还双脚去把它踩啊、哦，这个践踏了，啊、哦，不仅这样，还骂了半天《三字经》，一阵《三字经》之后跑掉了，啊、哦，他骂力而去，有没有？所以舍利佛就非常的悔恨，遂退大心了，所以他退了大心，他觉得我不要行菩萨道了，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哦，确实哦，行菩萨道很困难。哦、所以我们说哎，超凡入圣之后不会退回凡夫的位，但是同样是圣者、哦、声闻也是圣者，菩萨是不是也是圣者啊？圣贤菩萨以上，却是大圣很容易还有机会退回小圣，所以一定要到七地以上的菩萨他才能够不退、哦、这是不容易的啊，虽然也已经超凡入圣了，照样会退。啊，就是说我们的那种着相呢，不是马上说啊，超凡入圣就解决了。之所以超凡入圣，不过只是去验证了说啊，确实是平等相，真理的相是平等相。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平等相吗？不是吧？哈，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有男相，有女相，有僧相，有俗相，有老相，有少相，是不是很多相？分别相，这个叫做什么？颠倒相。这个是颠倒相，真理的相不是这样的，是平等平等之相。所以要看到真理的相很困难，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到的颠倒相，我们都说啊，我眼见为凭，耳听为凭，有没有？都会觉得我真的听到了，我看到了，就信以为真，这是不是还是很危险的、啊？因为我们只不过看到那个一时的果相而已，我们很少去想到它的前因呢。我们是不会去想前因呢、啊，我们只是落在果相，就去断定事情，这样是不是非常危险？这个是不公平的，啊，这是不正确的了。这是不正确的，所以佛陀一直教我们说，我们不要去着相，不要太相信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因为所接触的是不是都是外相，所接触都已经是果相，那除非我们的第六意识还有机会去思考为什么会呈现这些外相，是不是也因为有因缘的，就像我们说啊，从经文里头我们说哎，看到佛陀也曾经教舍利佛说你是要发大心的，也行过菩萨道啊，但是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是声闻道，是不是也有前因啊？如果讲了前因说啊，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说为什么舍利佛还是个声闻众，有没有？我们是不是比较容易接受啊？就觉得说啊，也是有这个因缘，但是呢还是一样应该要去怎样，要去突破啊，是不是应该要去突破，不能被我们的着相，所以我们还是失掉我们的大心。所以真的要修行到说成佛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啊，菩萨道是真的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样样是不是都要能够忍得过去啊，这个可真的是不容易啊、哦、所以呢舍利佛、啊、过去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因缘，所以他退失道心，所以就变成所谓的声闻众，不过因为他的智慧很高，他的所谓的智慧是不会退失的，因为它还是储存在因缘法里面啊，只不过它成为声闻众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在教导声闻众啊？啊，那但是它只要能够回小向大，它是不是也能够又入到什么菩萨道上面来？啊，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